今天跟李维克去图书馆，今天是星期天。我以为要浪漫的双人骑车，结果他要坐地铁。刚不双人骑车。上海图书馆，先点。可以吃了吗？牛肉面。再来个三丁面，再来个腊肉面，两个凉面。还煮年糕啊？给你吧。什么东西啊？超威的。什么东西啊？雪碧超威的，给他。想吃啥？我们来了一家图书馆边上的台湾料理，它的名字叫欢迎光临。李瑞其实还买了他最爱的 Corny 盒的一堆甜点和蛋糕。